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啊？我今天带你开个荤。老妈不是不让吃路边摊吗？这都多久没吃了？快要吃完的时候。没事什么？为什么你当我不知道吗？你管这叫零食？你再这样就要告诉我语文老师了。怎么的？不服啊？每次都先让我先写数学作业，再写语文作业。你想不想？那我就不能先写语文作业，再写数学作业吗？今天有点无聊，我来调戏一下姨妈。姨妈。惨了，网上说要把孩子当朋友处，这样出来的孩子才激将光。滚滚滚一边去。那我俩是朋友吧？是是是，朋友朋友。钱。多少钱？